嗯，分给老三多少啊？第一亩地，鸡一只，鸭一只。一亩？不是，娘，一会儿那个李正来做旁证，你这是不是太难堪了？嫌少，把你媳妇儿的嫁妆补给老三呗。不行不行，娘，不，那娘娘娘娘说都对。 是莲芳的亲家吗？莲芳啊，你亲家来了！哎，让我过去。坏了坏了！哎呀，小心点！啊，让大舅抱抱。啊，又长高了啊！小三舅呗。行。来来来，三舅抱抱。 哎呀，长这么高了！老爷，高了啊！老了，曼儿，哎呦，受委屈了。不委屈，走，带我去瞧瞧你娘。哎，老哥哥。 亲家，亲家，亲家，老大老二老三，把东西搬进去，或者你把这围墙啊，还有那厨灶都给他砌起来。好嘞，好，老三走，这老哥啊，我呀来看看我女儿，顺便给她带点东西。那屋里坐吧，不着急。我听说今年你大丰收了，哎，能带我去看看吗？我想沾点喜庆啊。 都在谷仓呢，嗯，我领你去瞧瞧。走，哎，嗯，你忙你的吧，嗯。